这，安尼的人生，甲咱同一个时代，只是呢离咱真遥远呐。迄、那个苦难、动荡不安的国家，贫穷苦难的所在，想看遐尼远，咱救救袂着，听着也毋是当场，苦难，这叫做佛陀所讲的。人生苦啊，苦难偏多，这都是界色偏照世界。世界苦乐啦，是真多，这个苦乐是足多啦。但是呢，咱要去倒位，要安怎样去了解呢？现在。真侪代志，尤其是最近啊，迄、那个病毒冠状肺炎的病毒，真正是受真侪人呐、啊、失业，和真侪人呢，企业啦、啊、关门。影响足大的人类经济，影响足大的。最严重、最严重是性命，性命真正是损失足大的。第一，确诊人数啦是真多，已经呢，数真多的企业。受大的影响，真侪工人停工，生活影响遮侪，无法度生活。那主席啦，第一项要做的，就是讲真侪行业啦，迄、那个失业的人，当然咱爱去帮助。现在呢，不是失业，工作足繁忙的这个行业，这已经做到呢受不了啦，已经无法度停歇，心大家人拢在咧浮动起来啦。让你们把根本原来就跟在这一面。Untuk kuliahan tiap hari minta tolong, kita juga punya keluarga, kita punya tetangga, kita punya kehidupan. Ini kehidupan seperti ini gak masuk. Masa harus kehidupan seperti ini terus? Kita harus bersosialisasi, minta tolong kepada masyarakat untuk diam di rumah. 这都是第几位呢？这位民众业者呼唤出来的声音，那因就是重视安尼，这嘛是叫做吼，唔是富裕的生活，才得去做这艰苦的代志。那伊。那不是做这行啊，就是爱比天干啊，做这行呢，非做不可。就是有安尼的时阵，他非做不可。但是呢，四月甲五月这个中间，都、就是因的在界月，因白天无吃，这粗重的工课。日时头要安怎做啦？真正是真辛苦吼、哦，所以一年的总统府啦，找主席呢来跟因合作，因
爱去给他抚慰，去给他慰劳，因为政府嘛认为讲，租借啦所做的代志，对贫穷苦难人要做代志啦，真冤枉。而且呢，迄、那个气氛安抚啦，抚慰贫困啦，做了足好诶。这一波除了物资帮助，需要是爱给人安抚，和人人心平，也就是安贫富困啊。所以，因传了600多份啊，要好因的呢，那就是贫重业的人，这个带死人的人啊，从事殡葬业的人，想到印尼现在状况啊，迄、那个所在本来就是贫富悬殊，贫困的人都是真贫困啊，富有的人就是富有啊，贫困的人环境就是遐尼拥挤呀，啊，是要叫伊安怎保持距离呢？这时候嘛是一个条件啦，乖乖住的厝里，两平的破厝，要住六七个人，是要安怎去保持距离呢？这是也为难啦，总共一句，这一波啦，真正是对于人间真大真大的教育，唔通唔知呀，人生的无常，这种突然发生呢，是人想未到。这也是一波的灾情，这波的灾情啊，到底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人类啊，在这种生活的境界，贫困的人，环境就是这样，破烂的家庭，两三平，都是一间和一间安尼厝边隔壁，唔是用壁隔，是用破草啊！安尼呢，破破烂烂，连连结结，安尼就是一家一家，空间这么小，人口遐尼多，是要叫因安怎隔离啦？这时候真。真惨，真可怜的代志，这都是吼人生的苦啦。这些凡夫的世界，但是呢，佛陀他的光芒啊，来照贴人间，照开了呢天下啦，在暗角里苦难的众生。一边呢，隆重照在阳光下面，贫富贵贱的环境啊，都是安尼照耀出来。所以要让咱知影讲，觉悟了后啦，来看人间种种呢，拢分明，苦乐啦，分明啦，人间。形象的体力，咱清楚；无常的人间，咱了解。这就是公教天下吼，拢会当真清楚。这不是干那讲光明欢喜的一面，它是
照脱了呢人间界啦。这种苦难的世间吼，无常的世界，咱了解了后，道理呢入心，和咱的心呐、啊、不受境界呢遐尼苦来烦恼，咱要安怎练出了见境呐、啊？不专心，但是呢，爱有菩萨引苦众生，未去和境界影响咱的烦恼。